又搭一上恋人未满。卡卡卡卡。幺幺疑问症是恋人已满聊鲜肉男友频道哪些课？拍摄，拍摄，实在就拍摄。很乖呢，托长辈鞠躬还礼貌着，怕男友生气气吼。其实也就一天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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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呀、啊。哈、啊，我又没有做坏事，我干嘛遮掩？干嘛遮掩？哎呦，聊到恋情，瑶瑶就没办法像穿衣服一样叫你戴红。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一件，我就觉得当婚纱很棒，是因为我婚礼结束，我就可以去 party 了。所以现在交往是以结婚为前提就对了。啊，谢谢大家哦，谢谢大家。那有传给他看你今天穿这一套，他喜不喜欢吗？不要再逼我了啦。我也没有退路，请可以来救救我。妈妈，我想回家呢。只有在家先演练，就大家会讨论。对啊，我想说今天大家应该会问我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，所以我也做足了一些功课，没想到大家问我是其他的问题，让我难以招架。自己我替他答，现在就是告诉大家说恋人已满，恋人已满。